文叶晨、何昶希，还有姚明明、丘伯汉曼尼、李文翰，然后管乐、Casper， 还有叶子明，先到 A 班集合一下，等我一下。好，去了。好吧。对，好，加油加油。有我用执着告白，把所有红我都赶走。有我用坐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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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坐，坐下坐下坐下。老师好。我也要坐下，我这讲了三个多小时，我嗓子，哎呦，首先来到这里开心吗？开心吗？你们是，目前我看来，就是在舞蹈上，表现，相比较来说比较好的。我觉得只要我稍微说一下，或者稍微改正一下，你们就可以有很大进步空间的人。对，所以我才把你们聚到这里。来吧，陪你们从头跳一遍，好吧？然后你们尽量看镜子，然后可以看我。注意节奏啊，看我的节奏啊，能唱出来唱出来。大情绪情绪情绪，情绪拿出来啊，开心一点，开心一点。最后的话，情绪要有对比，要把最好的感情拿出来啊！这个位置，嘿，嘿，爸，大赞。当你动作没有跳完整，还没有做对的时候，你的感情是拿不出来的。高潮的话，就要把你的情绪拿出来，因为它是整首歌的中心。对，一定要把这样热情向上的感觉拿出来。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，想留在现在这个班吗？想。好，那我们就努力好不好？好。OK， 越努力越优秀。哎，好了。他们聚到 A 班，首先是因为他们在跳舞上没有太多的感觉，这个是第一点，我想分享一下这样的经验。第二点就是对于其他人，他们是接受能力比较快的，我教给他们之后，在我不在的时候，希望他们可以教一下自己班的人，对，可以带他们一起努力。